天天气如何呢？带你来看山海气象。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12度到25度，太武来意春日最低温11度，在春日最高温26度。在三地门的乌台跟马家，乌台最低温只有9度，最高温26度。在高雄的原乡地区，则是5度到25度。在阿里山的气温则是5度到24度。南投的仁爱鱼池水里信义最低温2度，在仁爱最高温23度。台中的和平地区则是6度到23度。而苗栗的南庄石潭泰安则是10度到22度。而新竹的关西尖石五峰最低温5度，在尖石最高温21度。新北乌来桃园复兴最低温6度，最高温21度。宜兰的原乡地区最低温6度，在大同最高温20度。花莲的新城、花莲市、吉安最低温14度，最高温20度。秀林、万荣则是6度到20度。受风跟风冰最低温12度，最高温21度。凤林、光复、瑞穗则是12度到20度。卓溪、玉里跟富里最低温3度，在卓溪最高温19度。而台东的长滨、成功、东河则是15度到22度。池上、关山、海端、延平最低温5度，在海端最高温21度。鹿野、台东、卑南则是12度到22度。太麻里、大武、金峰、达人10度到24度。在兰屿地区则是17度到24度，而外岛的连江、金门、澎湖则是11度到21度。